啊，30系列你学了，什么都要学啊，包括厨房煮饭啊，还要跟师兄轮流煮饭啊。啊，后来我们这些男众师兄啊，命好得不得了啊。哎，你种多了都给你种主，他们都不用煮。以前我们好可怜哦。那煮饭呢，煮得不好啊，师傅又骂，馆长又挑剔。啊，有一次我切这个杨桃啊，我想就切横的比较快，结果师傅就把我找去骂一顿，偷懒，怎么可以这样切？切星星的，我知道这样比较快，不可以这样切，要把它从当中剖开，然后籽挖出来。还要切斜斜的，还要摆要有个花样啊。那么我到厨房煮菜呢，师傅也叫亲自下厨房叫煮什么豆浆稀饭，加花生啊，还有呢大锅菜。我们后来那些男众师兄啊，好命啊，啊，我们命苦啊。啊，这个就是我纪念韩馆长的这些，提出来让大家知道一下啊，不然呢，大家呢只知道呢，哎呀，馆长护持30年，什么护持30年？啊，我在那边呢也是受很多委屈呀、啊。大家笑一笑啊比较好啊，因为呢早上第一节课啊，大家会精神比较不好，因为刚刚睡觉，那可能没睡好，所以大家笑一下啊。一天笑一次啊，对身体健康有帮助。那么这个供菜供品为什么要这么多多一点好了？因为我变不出来嘛，就委屈你们啊。如果我变得出来了，你们通通不要做啊。你7粒米给我就好了，我就7粒变10方了啊。那如果做的一些有一些干粮的也可以啦。啊，有一些像罐头类的啦，啊，这个饼干类的啊，干粮也可以，啊，你做不出来嘛，就买多买一些啊，那个也可以啊。啊，这个 辨识啊，这桩事情啊，大家呢，这个是有关啊密宗方面的。啊，如果呢，能够三密相应啊，那的确呢，啊是有这个效果，啊，那如果达不到三密相应呢，那的确是没有这个效果。啊，下面呢，我们，哦，这个问题也很多。啊，师父上人你好，阿弥陀佛，弟子10多年前呢、啊，第一次参加佛七，在第三天绕佛念佛时 突然得到念佛成片，但大约5分钟的时间就没有了。心里想啊，我修得这么差啊，怎么能够往生西方净土？啊，突然闻到荷花的香味，曾有一次打坐时，突然在腿内侧啵的一声，气脉打通，妄念也消灭。曾试打一个妄念，也打不起来，内心喜悦，法喜充满，心境极灭。见到荷花时，显得是他们妄化身。见到车子在路上跑，感觉它是个玩具车，很不真实。意境是一片平静无波。无边际的大海，这样的境界大约有5天。第六天去上班，有一位同事无理取闹，自己也起了烦恼，以上境界就消失。请问师父，以上的情况会否有稍微助于将来往生净土呢？自此之后，每当做早晚课，尤其晚课，总有声音来干扰。声音是在打坐的房间天花板上传来的，有时候连家人也能听得到，不知如何以对之呢？弟子没有智慧，有写错地方，敬请见谅，敬请
慈悲开示，感恩不尽。这个境界啊，不要理会就好。不管什么境界啊，我们记住《金刚经》上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妄啊，好境界啊，不好的境界啊，你只要呢不理会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好境界、不好境界都好啊，因为呢你心定了。那么能不能往生呢？要记住信愿行啊，不可以有怀疑啊，不可以怀疑呢自己能不能往生啊，要有信心。如果你怀疑自己不能往生了，你就没有信心了。这个信不够，愿力不切，这样念佛啊，就不能往生。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开示，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往生品位的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浅深。这个我们要牢牢记在心里。那么怎么是信呢？信呢就是不能怀疑。所以我们念三十细念这个三十细念有讲就是要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你要真正相信佛在净土经上讲的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真真实实的有。所以《弥陀经》讲了两个有，有世界名曰极乐，有佛号阿弥陀。这个有是很肯定的语气。有，确实有。信有阿弥陀佛接引众生，这个事情。那么要信自己啊。有往生之分我们这一生有缘遇到净土法门呢，我们就有机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没有这个机会遇到呢，那当然就没有希望往生净土了既然遇到了，这个都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那么我们才能够遇得到这一点要肯定，要相信自己有往生之分。往生我们人人有份那么信了之后呢，你要发愿真正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留恋这个世界你真想去，那么真想去呢，我们这个世间呢必定要真放得下，那这样我们这个愿才生得起来所谓真信切愿，你真相信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相信真有阿弥陀佛摄取十方念佛的众生往生相信自己一定有往生之分那么这样你发愿要去西方都一定能往生的如果我们念佛的功夫差一点呢，那是品位比较低品位比较低品位低呢，纵然下下品往生也是超越三戒六道超越十法界了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里面那比我们这个六道的天宫还要好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念佛功夫差一点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品位低一点，关键你要真信，你要发愿真信切愿，你真想去西方这个世界真正放下